好，再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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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。玩出来，哎呦，你干什么？玩出来，中年大叔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？哎，下摆，哎，哦，你勾引他，不要着急啊，就给他揍两下，没事。他直接过来了，好，没关系，跟博弈。我靠，这是博弈的，左眼光不牛，哎，我靠，没关系啊，行走一下，我去，最美猪男一定要最美。我靠，直接快踩，我靠，好家伙，赶紧翻 ，OK， 先等一下。这个能延长骑猪的时机，骑猪的时机啊、哦！好，这像骑完猪的话，速度不够怎么办？绕树绕贴啊！操控了，好，推上主家，推上主家，我去，给他封印起来。他摇铃了，没关系，咱们就贴，你这是笨一点，就贴，嗯哇，哎贴，嗯哇，哎贴，哎呦呵，猪叫一下，没事，这走，哦呵，这贴，哎嗯哇，哎贴，哦呵，贴，嗯哇，啊贴，嗯哇，啊贴。贴，嗯哇，啊贴，嗯哇，啊贴，嗯哇，啊贴。好，猪时要到了，开始骑猪快骑猪，哇！操死了，完了，卡半，能卡到半吗？靠闪现，贴一下，完了，卡不到半吗？结束了，结石来了，一个都救不下来，先救他啊，可以。俩一起被射回，快看他在救人，看他救啊，看他在脸上，哎救啊！你又没被射回，你怎么走了？我操，绝美队友啊！死了，好，骑出三二一，快骑！往他脸上蹭啊！哎，最后还好，最后提前一秒钟卡下来了，卡住他。哎，不要着急，卡住他，那个猪，我的发，你在干嘛？我的发，开起来。就是你往他脸上蹭啊，这样的话怒气值会增加的快啊，这是他的一个技能机制啊。所以说我们立马骑猪之后，骑猪有70%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还有30%的话，就往他哎，猪时间到了，就往他脸上蹭啊。他现在很愤怒啊，没关系，滚两下，咱们躺地上，熟，然后翻起来啊，我去，熟，来杀我了，靠，你敢杀猪男？直接下摆。骗一下，好，再翻，翻。骑猪他捏一下，咱们就下来了，所以你要注意啊，捏一下就下来了，补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跟他一直拉火箭，我靠，哇、哦，我们是阿丑啊，啊不是，这不是破人呐、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小丑。